这是黄儿的第五个蛋，前三个没孵出来，第四个前天出生，这是第五个，现在要出生。看它一点一点从里边啄壳。这一瞬间是最感动的。那么小的生命，我一直以为是妈妈在外边啄壳，看嘛，这是她自己在里边拼着命的。黄儿，你是要帮他吗？嗯，妈妈帮你看啊，好伟大，看他多伟大。他要出生了。这么小，这么有力气。小乖乖，哈哈。黄儿，快来看你的宝宝，快来看，哇，其实这个小鸟的蛋，看嘛，还不如我一个指头的关节大。但它是这么有力气的，拼着命的，哇，哇，哇！要出生了。感动。
爸爸在厨房做饭，我在这观察小鸟出生日记，做日记。就这五六分钟，他就把一圈全给咬完了。看，太伟大了，小宝宝。对，看见吗？昨天是，前天是看见他已经出了壳的，今天是看见他破壳出生的。加油，小宝贝儿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你好努力！加油！快加，加油！加油！干巴嘞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小宝贝儿，他是要把这个壳全部都咬碎，最后那点是掰开的，还是也咬碎呢？哇！快来，黄儿，快来看，快要出生了，快来，黄儿，黄儿，快来，啊！黄儿，快来看，快来，你的小宝宝要出生了，快来，快来看，对，看见吗？哇，最后是你，你要帮他吗？还想抱呀？快十分钟了，哎呦，这十分钟，但我也不能帮他，让他自己出生。妈妈手都举累了，快，
的小眼睛了。看到小眼睛别摔了啊，黄儿！黄儿是两边忙，又要忙昨天那个幼儿，又要看，要过来看这个幼儿的出生。是吧？快来看。把蛋壳给吃了。看见毛头，看了吗？能看到吗？他干嘛？给妈妈看看，怎么样？把蛋壳都给吃。哇，又出来了。妈妈在给帮忙，好像。
现在我手都举20分钟了，快。前天只拍个尾巴，今天拍长了全部。你好出来吗？嗯，加油。加油。小手，小爪爪，18分18秒，多么奇妙！快来看黄儿，宝宝要出来了，对，快来，快来，黄儿快来，黄儿，快来，快讲。抱个小脑袋，他有没有？哦，期待。是这样粘在鸡蛋壳上的，对，这怎么办呢？嗯，妈妈把他的脐带给吃掉，看见吗？看见吗？妈妈在给把孩子的脐带给吃了。这是你的妈妈。蛋壳里也给吃。
太奇妙。这应该就是胎盘。就这样，他把胎盘给吃了，小宝宝就出生了。他这有两个小宝宝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给喂饭呢？大家看看吗？王儿，你要给大家看看吗？